陈雷从神将舞台缓缓升起，穿着大红战袍，一手滑一丢后，陈雷一开口，立刻带粉丝回到30年前。将台湾原住民传统服饰带上舞台，陈雷出道35年，终于在马来西亚开了首场个人演唱会，吸引近万粉丝前来朝圣。为了这场演唱会，陈雷氪重金，40万制装舞台连换5套衣服，金光闪闪。不止这样，唱到气氛正嗨，61岁的他甚至在台上翻跟斗、劈腿，用实力证明自己宝刀未老。纵横歌坛30多年，陈雷首场歌唱，孙子也没缺席，祖孙隔空合跳，时下最流行舞步。演唱会充满欢笑与温情，台下粉丝高举手电筒应援，为完美的夜晚画下句点。民视新闻陈胜汉台北报道。